们就在街前抗争里面组成警察队来保护群众，然后就跟警察冲突。现在就开始讲一下，就是我自己是国际社会主义前进在香港的团体分部的干事，然后今天就是讲这个加泰隆尼亚的独立运动的斗争，除了是想了解就其他国家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之外，就是街墙斗争其实也是想争取民主权利的抗争。所以他对于在台湾、香港还有全世界其他的国家的抗争也有很多重要的意义跟实际的教训在里面，所以我就是因为我们在是一个国际的团体，然后我们在加泰隆尼亚跟西班牙国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的就是分部在那里，我们的就是国际社会主义前进在当地的同志，就是他有实质，还有就是有实质的去参加在街墙独立运动里面。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可以把这些群众运动里面的教训能够学习到的经验可以分享到不同的国家，希望我们未来的群众运动更可以强化起来。然后大家刚刚看到的就是在10月1号的时候在加泰隆尼亚就是举办了一场独立的公投运动。然后但是在刚刚看到的警察的很猛烈的暴力的打压了。还有中央政府他们在经济还有舆论上面不断的去威胁加泰隆尼亚的群众之下，到最后还是有差不多一半的群众他们站出来去投票，然后当中有90%以上的人他们是支持加泰隆尼亚可以独立，所以那个这场抗争是那个民意是很清楚的，是加泰隆尼亚的群众他们希望可以独立，摆脱他们中央政府对他们的控制跟打压。然后街墙公投的举办它是非常的不容易，刚刚看到就是说警察他们用了暴力的打压，他们在票站里面去破坏那些票站，充公他们的选票啊，还有就是票箱，然后警察也发动过用橡胶子弹去打，就是去砸击群众，然后导致当天有超过1000人去受伤。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所过去都是说西班牙给视为所谓欧洲的其中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但是现在加泰隆尼亚在的群众在街上看的口号就是说，这个政府是跟弗朗哥，就是1974年独台之前的那个独裁政府，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政府是没有两让的分别的。当他们看到就是说这两阶级看到他们的制度受到一个威胁的时候，他们同一样也可以采取独裁的方式来全面打压加泰隆尼亚还有他们自己国家的民主权利。除了就是用警察暴力打压之外，就是他们中央政府也采取了新闻封锁的方式呢，就禁止去报道任何关于加泰隆尼亚独立运动的消息。在加泰隆尼亚以外的地方，好像马德里啊，还有全国其他的地方，他们禁止任何的关于独立运动的宣传，因为在加泰隆尼亚以外的地区，也有很多群众去声援支持加泰隆尼亚的独立运动。然后他们也在选举之前已经开始去逮捕了一些加泰隆尼亚的政府官员，现在甚至是有两个给去指控他们是煽动暴力，而是因为现在他们可能会面对刑事的检控，所以就是说政府其实是用一个独裁弗朗哥的方式来去镇压，这个是绝对没有夸张的。然后到10月27号，就是刚刚3天之前大家可能也看到新闻的报道，就是加泰隆尼亚他们宣布了独立，然后
相对来说，中央政府采取的方式就是说要全面收回加泰隆尼亚的一个他们的自治权。现在他们会准备去说要解中还有他们的议会，然后准备在12月20号之前要重新举行一场大选。他们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很明显，他们因为在群众抗争斗争发展的一个高潮的时候，他们希望用选举来转移他群众的视线，然后令到很多的就是希望就是群众会把焦点放在选举里面，拖延群众运动现在的抗争。他们也希望就是在12月就拖了2个月之后，就是当群众运动的低潮下去的时候，令到就是独派的力量在加泰隆尼亚的支持度会下降起来。但同一样，这样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赌博来的，因为看到比如说在过去几年有苏格兰的独立公投了，有英国的脱欧的公投了，这些公投都是一些反对他们独立或是反对脱欧的那些资产阶级建制派的政党他们举办，他们希望利用这些公投来打败那些挑战天际的建制的人。但是到最后就是那个结果是完全超出他们的意料之外，苏格兰他们差不多过半数会通过那个在2014年九月的时候有差不多48%、49%的群众支持独立，然后差一点他们通过，然后独派的力量在苏格兰有一个很大的增长，在英国他们更成功的真的去现在脱欧了，这些都对于欧洲的资产阶级，好像欧盟这样的机关做成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社会主义者，我们是反对首先我们是不认为欧洲的政府他们是有真正的民主，在加强加泰隆尼亚的斗争里面看得很清楚他们的本质是怎么样，然后我们也不认为欧盟他们是一个进步的一个机关，因为他们在过去一直都在欧洲不同的国家去推动一些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好像去管制化、私有化，他们也在现在他们也甚至是在加泰隆尼亚这场独立的公投里面采取一个置身事外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他们对于民主，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资本家的利润，而不是所谓的人权的民主等等，然后就是想去讲到就是说现在这个独立运动的发展是怎么样呢，在我们要重新去回头去看，就是说在9月28号跟10月3号的时候，群众已在加泰隆尼亚的学生会他们已经发动了一场总罢课运动，然后有超过10万到15万人的学生他们在上街去罢课，然后加泰隆尼亚的工人他们在10月1号也是发动了一场总罢工，特别可能大家看到新闻比较留意的多是加泰隆就是说巴塞隆拿这个球队啊，他们也停止了一天的训练，但更重要的好像是码头罢工，工人他们去在码头里面去停止帮助一些军队的船他们去射货，就是他们禁止那些警察暴力镇压的武器去进口到加泰隆尼亚里面，然后所以那个状态其实是它是一个除了是电视画面看到那些很激烈的警察跟民众的冲突之外，加泰隆尼亚他们的群众不断把运动去升级，因为当到了这样的斗争的程度的时候，或者是说香港的太阳化运动雨伞运动这样的程度的时候，只是到通过抗议或者是葬礼是不够去打败这个资产阶级的政府，所以他们就是说把这个运动就进一步去升级，发动到罢工的运动是非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压力，去给他们去停止了或是去阻挡了这些政治的打压。然后在学生我们就是在国际社会主义前进在加泰隆尼亚的分部，因为我们是那学生的联合会的一个领导，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组织罢课的行动里面扮演了一个就是领导的角色。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所讲的很多的暴力，群众暴力的打压，这个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亚里面发生，但是这个不单单是一个国家里面的趣事，现在我们看到是全世界过去的所谓的民主国家里面，因为从特别是2008年之后的资本主义危机以来，很多的各地的群众的反抗运动越来越激烈，所以就令到就是说很多的国家他们开始为了去打压这些群众的反抗，包括他们反对减薪了，或是反对一些尊节政策的时候，他们就越来越加强警察的暴力，还有令到所以就还有也去通过一些反对民主的法律，令到就是全世界这些过去国家有的民主权利都不断在倒退，比如说在西班牙，在去年呢，他们开通过了一些所谓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法律，在欧洲不同的国家，他们也相对推动这些法律。其实他们的最首要的目的不是用来反对恐怖主义，而是用来去打压各地的民主，令到比如说他们用国家安全的名义之下。令到他们的抗议的权利啊，或者是新闻自由、资讯流通的自由受到打压。我知道台湾现在的蔡英文政府也在去推动这种法律，然后他们利用所谓的反对中共的间谍的名义在台湾传载。其实他们的目的同一样，也是希望去对付在台湾现在开始在正在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然后首先是为什么加泰隆尼亚的那个群众他们希望有独立呢？当然是有一个身份认同的一个传统或是背景，因为他们加泰隆尼亚的人，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呢，跟西班牙国不同的语言，还有他们的文化上有一个不同。但独立闹独立的运动不是是最近这几年他才开始就是高涨起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跟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有一个不可以分开的一个连结。过去当然他过去在2008、2010年之前真的去支持加泰隆尼亚独立的群众，他们的民意调查大概都是50%、60%左右，但是在过去最近这几年，特别是2013年之后，他们的那个支持度就长期都在80%以下。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当西班牙他们经历过就是欧洲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的时候，欧洲的国家西班牙的中央政府，他们为了维护当地的资本家的利益，所以他们就会大量的去推动很多尊节政策，包括去减小他们的医疗啊、教育啊、住房他们的那些公共开支。同样，他们也会去推动一些打压工人的，好像销售税啊，推高他们的销售税，要工人去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危机，是资本家创作出来的危机去买单。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他们也把很多的尊节政策强加在加泰隆尼亚的地区政府里面，所以加泰隆尼亚的群众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是觉得我们所谓的宪法保护了我们的自主权，但是我们每一年不单单是要承受很多中央政府命令下来的那些尊节政策。同时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税汉里面的每一年的150万欧罗要交给中央政府，所以就令到他们觉得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自主权来去摆脱西班牙中央政府对他们的经济控制。所以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意识是跟阶级斗争，他们的阶级意识是有一个不可以分开的一个连结。同一样，我们看到苏格兰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工人反对伦敦的政府对他们的在经济上面的控制，英国脱欧同一样也是因为英国的群众觉得欧盟他们强加很多的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对于建制派的政党的一些经济打压又有越来越大的不满。
所以就是说，读现在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令到就是很多的啊，大家可能听了很多希腊，但是西班牙就是第二个资本主义危机严重的一个国家，他们现在的过去几年他们的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呢，都到了大概40%-50%这样高，就是有一半的年轻人是没有工作。他们现在的在加泰隆尼亚的人口，他们处于那个贫穷线以下的民众有1/3左右，所以过去他们是承受了很群众的愤怒是一直存在，现在他们就是通过这种独立的运动去表达他们自己愤怒的情绪，然后作为支持工人阶级抗争的团体，我们是绝对会支持他们的独立斗争。然后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会看到其实太阳化运动他们里面存在的台独的意识也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好像就是因为中共过去以来的那些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好像服贸或者是跟台湾签署了很多的那些贸易或者是投资的协议令到因为中国的资本的规模更大，就是剥夺了台湾的经济的自主权，同时也因为中共去打压台湾的民主权利就是通过购买台湾的媒体等等，所以就是说独立的情绪特别是在太阳化运动之后现在变成了就是年轻人的一个大多数主流的意识的时候同样我们也会认为就是台湾的独立运动他们是进步的而且他应该去走向一个左翼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向才会能够彻底的成功。然后西班牙的政府他们的为什么要这么强硬的去打压这场独立运动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当然是经济的因素，因为加泰隆尼亚它是一个它的经济的比例占了整个西班牙大概20%，然后它的好像出口也占了就是西班牙里面的29%左右，所以如果加泰隆尼亚独立之后，的确会对于西班牙的资本家他们的利润会做成一个很大的破坏。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个政治性的，因为他们看的刚才所讲欧洲的不同的国家他们也去争取独立或者是争取越来越多的群众的声音要脱离欧盟，所以如果加泰隆尼亚的独立它会变成了一个星星之火那样会可以触发不同的国家他们把斗争蔓延到其他的国家里面，这样就会对于现在这些欧盟的资本主义他们的那个运作会带来一个很大的破坏，所以就是不同的国家的政府他们都非常反对这个独立，这个也是同一样就是说不管是在香港争取民主或是台湾争取独立也好有不小的声音有其他的党派他们期望其他的西方国家会争取到他们的支持，但是其实这个是在加泰隆尼亚这场运动里面就看到这个是完全不现实的看到首先是欧洲很多的国家像英国德国法国还有一些美国跟亲美的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他们是在10月27日是第一个时间站出来是反对独立，欧盟他们就采取了一个很虚伪的立场说这个是西班牙国家的内部的事所以我们不会干预，但他们很喜欢干预其他国家，比如说在委内瑞拉的地区选举就是说因为是左派的政党他们得胜胜利之后他们采取了经济制裁，他们也去给很多钱去支持那些右派的政党反对这个选举结果，所以其实他们不过去不断去在干预其他国家的事，但对于西班牙这件事他们在对于警察暴力做出一些很小的很轻的批评之后，但是他们完全不会就是他们希望可以在其他方面也会去置身事外，所以我们看到是因为很重要是这些国家他们是维护的都是最重要对他们来说是利润，还有就是在欧洲国家里面的一个统一单一的市场，
对他们来说，这个是最有效的去可以剥削在欧洲里面的工人阶级，所以他们会反对这些独立运动。在香港，那些西方的国家，他们也会在口头上会讲几句话去支持香港的民主啊，或者是甚至是好像川普他现在想利用台湾作为一个外交的筹码来去对抗中国。但如果讲到真的要帮助香港实现民主，或者是台湾实现独立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支持的。我们也不应该去对于这些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的政府有任何的幻想。我们是相反来说，我们的声援，我们的国际声援或者是国际的团结，是去面向的是在其他国家里面的工人阶级啊，还有抗争的群众，来争取他们的支持度。然后有一个就是很复杂的局面，就是说现在在加泰隆尼亚还有西班牙的政党，他们的角色是怎么样呢？为什么有一些是有一些是统派，有一些是独派？还有他们在运动的过程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首先是当然他好像是主流的亲资本主义的政党，好像人民党啊，现在的执政党人民党啊，还有社民派的社会党啊，还有公民党啊，他们都是反对独立，而且他们都是互相去勾结在一起支持在西班牙国的警察的暴力打压。在比如说首先是要解释它是社会党了，因为它的名字可能会很误导。但是社会党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在过去三十多年以来呢，社会党他们很多都是跟人民党是两大的政党，他们主要都在政党的轮替，但是他们执行的那些政策是跟人民党是差不多的，都是在特别是在过去五六年以来都在打压工人阶级了，都在推动一些专节政策，还有减小工人的公共服务等等。所以两个政党他们都是一个维护资本主义的体制的一个组织。我们在西班牙里面，就是我们就是跟社会党是我们是完全是独立他们之外，我们是割裂的，没有就是支持他们或者是跟他们有任何的合作。但是在加泰隆尼亚独派政党，我们看到是他们这场运动是不是他们领导出来了？在加泰隆尼亚里面的他们执政的政党，他是叫欧洲民主党呢，还有其他很多的加泰隆尼亚的独派政党。但是这些独派的政党原本这场11月1号的公投不是他们想在他们的意愿之下去号召出来的。在10月1号之前，他们也用了各种不同的借口来去拖延这场公投的发生。他们比如说这场公投会因为是违法，所以会给政府的打压，或者是他们也说主张是尽量跟中央政府去谈判协调，不要把运动闹得太过激烈。所以就是说最后是因为工人跟普通的工人呢，跟向街抗议的群众，他们的压力之下，才令到就是加泰隆尼亚的执政党被给就是退进前进一步来去进行这样的一场公投。然后我们看到是10月10号，当他们受到中央政府的压力之下，他们也很快就是做出了一个退出。就是说宣布去暂时去暂缘那个10月1号的公投结果。但是因为运动的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情况之下，也令到就是说在群众的压力之下，令到他们现在也再进一步说要宣布独立。但是我们就是说这个你看到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去不断在这个过程里面左摇右摆了。因为首先是这些政党加泰隆尼亚里面的资产阶级的独派，他们在过去以来都是几年以来都是去推动一些打压工人阶级的政策的。
那些中央政府所讲的春节政策或者是减小工人薪水啊，减小他们的公共福利保障的那些政策，是加泰隆尼亚的这个欧洲民主党执政的政府他们一起去推动的。所以他们因为他们是建他们的阶级的基础支持的基础呢，是来自于加泰隆尼亚的资产阶级，就是那些财团那些加泰隆尼亚的财团他们很多都是不支持独立。看到现在运动发展过程里面已经有很多700多个财团他们要撤资离开加泰隆尼亚，然后是帮助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封锁那甚至有一些过去是所谓的对于加泰隆尼亚比较友好的那些财团，在这个过程里面现在也开始改变他们的立场，因为对他们来说最后最重要的不是独立的权独立或是民主的自确权，而是他们要维护他们能够进入到西班牙国了，还有整个欧盟里面的这个市场，维护他们的利润才是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所以看到就是这些政党他们一方现在他们还站在运动的领导的位置上面，但是他们不是真的去带领运动去向前走，而是因为底层的群众去推给压力推动他们之下，从下而下的压力而令到他们去被迫去再进一步去推动这个运动。所以很迫切的是说如果加泰隆尼亚的独立运动要成功的话，现在是需要一个左翼的独立于这些资产阶级的独派以外的左翼的力量去领导这场运动包括了我们支持是任何的包括很多的左翼的左派的组织除了我们在加泰隆尼亚的分部之外，也有比如说好像一个叫人民团结候选人党的叫 CUP 的政党，或者是其他很多的工会，我们在也很大力的在去宣传去推动所有的这些左翼的政党应该组成一个独立的统一战线，然后由去从而来去有一个跟加泰隆尼亚的独派的资产阶级政党去分开的一场运动，争取这个独立运动的领导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进一步这个加泰隆尼亚的好像是现在的欧洲民主党他们就会进一步妥协，甚至是令到令到加泰隆尼亚的自治权给运动开始之前更退后一步。然后现在就是政府不断的去攻击是说这个公投是违法的，他们主要用的那个所谓的宪法就是在1978年的时候在西班牙弗朗哥法西斯主义的政权去倒台之后在西班牙成立的一个所谓的民主转型的一个政权。但这个民主的政权他们其实在民主的转变的过程里面其实它是很不完全的，而且是跟旧有的那些独裁政府的力量是有一个很大的妥协。在1978年的宪法里面，比如说他们这个宪法一方面他们否定了在加泰隆尼亚还有其他西班牙的地区的民主的自确权，他们只是给一些某很有限的自治权的范围好像有点像香港的一国两制那样，但是他们是否定他们有独立的权利。然后他们当时候也赦免了很多弗朗哥时代的那些旧有政权里面的好像在司法部门呢、警察机关呢、在国家机器里面的力量，还保留他们在政府里面作为一个残余。所以这个新的政权其实它还是有很多旧的那些独裁的官员存在作为一个妥协，然后他们只是把自己的面孔改变就是改一改名字，叫自己叫新民主派，然后就继续维护他们的统治。主要他们的目的是继续维护自由市场，可以让就是所谓的大西班牙主义在西班牙里面继续存在的时候，
他们就是不介意改，有一些议会民主的情绪，令到他们可以维护他们最后的统治权利。所以这个1978年的宪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民主的宪法。现在他们不断用这个宪法来，或者是甚至在运动里面也有部分的群众说这个公投是不是违法的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这个宪法是违反了民主权利、民主的原次的话，我们就应该去反对这个不民主的法律，在跟香港的基本法也是一样。然后这个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在台湾关于争取台湾的自确权的时候，有一些独派的团体他们会提出民主就是转型正义这样的一个口号，但是那个内容是什么呢？很多都会主要是讲到要把改台湾的国号啊，就是不要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或是改变台湾的宪法。但是我们这些我们都不反对，但是只是这样的话如果是保留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体制的时候，独立或是转型之后，还是一定会保留旧有的那些政权的残余，他们会继续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下，台湾还是不会有一个正经的自主权或者是独立。所以这是在独立的运动争取独立的抗争的时候，如果要一个彻底的胜利，它一定是要挑战到资本主义的体制包括就是资本主义里面的国家机关，好像是警察司法部门这样的话就是需要的是由工人阶级来领导这场运动，才会有一个真正的成功。这个也是我们在加泰隆尼亚的分部，我们现在最就是自推动的这件事。然后最后就是想这个运动现在的发展是怎么，就是下一步会加泰隆尼亚会不会能够成功独立？现在是每一天他们的局势都有很大的变化，可能大家在媒体里面看到那个局势也会，就前几天的报道可能跟之后几天的报道会有很大的矛盾这样。所以就是因为它的发展的速度是非常的快我们就是说现在运动是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还不能够有一个确定。我们会继续，当然我们在当地的同志会继续参加在运动里面呢，我们自己也会去跟进这个运动的消息。但我们相信是说在运动过后，对西班牙的群众运动会到了一个更高度的一个发展，就是它会进入一个更高的一个阶段。现在看到十月发生的整个运动的过程里面，其实是过去在西班牙里面80年来也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一场群众运动在1936年的7月份的时候加泰隆尼亚的工人阶级因为去抵抗弗朗哥的法西斯政权的时候，他们发动了起义，武装的起义呢，总罢工的运动现在这个在加泰隆尼亚的运动是在这个运动之后最大规模或还有在最激烈的事情过程里面。所以就是说我们正在处于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80年来最严重的一个危机革命跟反革命两个过程都不断在发生所以很迫切的是需要在这个运动如果要成功，需要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左翼的力量一个社会主义的力量，在加泰隆尼亚，在台湾、香港，全世界也是同一样。另外如果在未来在台湾也会发生这场独立运动类似这样的独立运动的时候，很多很相似的过程会在发生。民进党他们会扮演一个妥协的角色，他们会叫群众解散回家有很多的独派的团体，他们把期望放在民进党里面，希望给民进党一些压力，希望民进党可以领导这场独立的运动。但这个也是最后也是失败的，一定会，因为民进党他们的支持是来自于台湾的资产阶级，他们也是为了中共的市场
中国大陆的四强也一定会跟中共去妥协，不会真的去支持这个独立的运动。所以在台湾也需要有一强独立的就是左翼的独立于资产阶级以外的左独的运动需要去推动下去。然后是说我们会支持在各地的民主自确权。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不是民主主义者，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不同国家里面的工人阶级的团结。有一些的有很多的左派的政党，不管在台湾或者是在加泰隆尼亚也好，他们反对独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独立之后建立是一个建立多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但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主张，在我们加泰隆尼亚里面的游行的布条，在我们的文宣演说里面，我们很清楚讲到，就是说这个独立运动它跟反对资本主义是连接起来，因为加泰隆尼亚的资本家他们不会容许有独立发生，所以如果要有真正的独立，它一定会是连接到推翻在加泰隆尼亚、西班牙还有欧洲的资本主义的体制。这个也需要是在跨民族的一个团结的斗争。所以我们是在不管我们在加泰隆尼亚还有西班牙，我们也是在组织群众去声援在加泰隆尼亚的独立运动。因为在加泰隆尼亚一个地方里面发生的运动是不可能打败整个独裁的政府。在台湾也是同一样，我们为什么在中国里面去组织，我们支持就是说台湾跟中国的工人阶级去团结的斗争，也是因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纲领。所以我们会支持，就是说在加泰隆尼亚里面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然后在自愿的情况之下，会跟这个包括了，就是我们认为是需要把加泰隆尼亚呢，还有整个欧洲整个西班牙国家的经济，把他们去公共的民主化，包括他们的银行财团啊，把他们去公共收归于工人去民主的拥有跟管制，然后这样的一个斗争会蔓延到其他对于自己国家的资本主义不满的群众，好像希腊、爱尔兰的葡萄牙，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国际性的运动来去挑战在欧洲就是欧盟的资本主义。我们支持在自愿的情况之下，独立的加泰隆尼亚可以跟一个欧洲的社会主义联邦组成一个自愿性的结盟。对，这个就是我们国际社会主义前进的立场。我就讲到这里，所以如果大家有疑问或是讨论，会欢迎大家去发问或是讲意见。那Thank you, Emma. 好，评审你主持。我来主持好了，好不好？ OK 吗？ OK OK， 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碰到一下麦克风。如果你不想讲话就 pass 没关系。可是如果你对刚刚讲的事情有什么看法，都可以说，不管你是支持或是反对。对。好，那有没有现场的朋友有问题或者想要发言的，那就是举个手好吗？会有什么想要提问的吗？关于刚刚就是 Jacko 所讲的一些所提到的内容，比如说加泰隆尼亚独立运动啦，或者是说关于台独的部分，可能就是跟我们更紧密相关的。你就把麦克风传下去没关系，就大家都就讲一下。对，如果你不想讲话，你就 pass 给下一个。我想问一个问题 ，Jacko， 你知不知道西班牙的工人主义政党或者是工人阶级，他们就其他地区的，除了加泰隆尼亚地区的，他们对这个运动的看法是怎么样态度？
好，那目前就先一个问题，那可能我们先请 Jaco 回答一下，然后再看其他朋友有没有想到一些新的提问，然后我们再请 Jaco 做回答。我们看到在十月份它会有一些主要是政府人民党政府他们动员出来的一些反对独立的游行，它是有一些是规模是挺大的，就是有10万，有一些是30万人，但是它有很多都是政府他们给钱，还有去安排交通啊，安排食物啊，然后去动员一些比较老比较落后的意识比较落后的群众去上街然后里面甚至是有一些是怀念弗朗哥法西斯主义独裁的那些组织的力量，他们游行的时候是有走那个纳粹的就是纳粹的心理然后对，但是说同一样在西班牙里面有好像马德里啊，他们也有几万人的群众他们上街去抗议去支持反对警察的暴力的打压很肯定的是因为警察的暴力的打压的情况之下，令到大部分西班牙的群众他们都很反感，因为就算是支持就是统派的政党好像是社会党啊公民党啊，他们也不敢说我们会支持这个暴力的打压，他们在口头上最少也要去做出一些批评，所以很多因为这个镇压之后会令到全西班牙的群众也会对于加泰隆尼亚也会有更多的同情对，这但是说如果说能不能确保是能不能有一个很统一的答案是说他们所有的群众是怎么样想的，我觉得这事实上没有，而且他们的改变的速度是很快但是之后他们西班牙的中央政府采取下一步就是会用经济的恐吓的手段，他们说我们经济已经很差危机已经很严重，如果加泰隆尼亚再独立的话我们的经济会更差因为会有很多人对于西班牙国家的经济没有信心，所以资本家会不会再来投资我们的失业率会更高，这些恐吓可能会对一部分的群众会有一些效果，但我认为长期来说是不会阻挡到现在这个独立运动的发生。可以举一个例子是在希腊，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也有一场公投，当时他们的公投是说希腊的政府是不是应该接受 IMF 跟欧盟他们的那些债务就是支援债务还有终结政策的方案，当时候也是同样有类似这样的恐吓，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接受欧盟这些政策的话希腊就会脱离欧盟了，就要给踢走赶走去欧盟以外，所以就是希腊经济会很孤立啊，我们是一个小国啊，希腊的货币的会不断去贬值啊，所以就会我们的经济就会永远不会可以去走出这个困局，但是这个恐吓最后也令到2015年的七月的时候，他们有60%的人去投票去反对。就政府去接受这样的方案，对，所以我认为就是说现在很多群众对于这些主流媒体的恐吓已经可以抵抗他们。对，好，因为刚其实我有一些就是刚听下来的一些心得我也想要分享一下，那可能我先讲一下我刚刚听的一些小的心得跟总结，那也就是我讲完之后那再看其他朋友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要提问，就是我觉得说就这样刚刚整个听下来的话，其实今天加泰隆尼亚独立斗争在未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当然它已经发生了，就是其实它是需要去争取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支持，我们可以看到在公投前公投后其实不止在加泰隆尼亚也包含在西班牙的其他地区也有很多的群众集会啊，一起来支持加泰隆尼亚自决权，我觉得有一点是很明白的，就是说如果加泰隆尼亚的独立斗争要取得胜利的话，他绝对是需要去争取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支持，甚至是以罢课罢工的形式来支持他们的独立斗争，因为
在前几天的新闻，然后这两天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西班牙的人民党政府已经公开的宣布说，他们将派出军队、警察来接管加泰隆尼亚自治区。那如果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的话，那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升温那个冲突的发展，或者说斗争的发展？那如果说加泰隆尼亚的民族自决啦，或加泰隆尼亚的工人阶级要保卫这个他们的独立的成果的话，那他们一定要有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响应相挺。那同时，我也认为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他是需要去支持加泰隆尼亚的工人阶级的，因为如果说他跟在人民党的政府屁股后面，然后支持人民党政府对于加泰隆尼亚地区的镇压，那这样子只会强化人民党政府在未来的权威力量，甚至是说在未来整个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也好，或加泰隆尼亚的工人阶级也好，他们要反对人民党政府或者是他们自己加泰隆尼亚资产阶级的终结政策都会更加的困难。所以不论是在支持民主权利、民主自觉还是反终结的这个立场上面，无疑的都是西班牙的工人阶级跟加泰隆尼亚的工人阶级需要团结起来，但是要有真正的团结，他们需要有相互的平等，没有平等是不可能有团结的嘛。所以同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应该要支持加泰隆尼亚的工人阶级啦，那也是为什么加泰隆尼亚的工人阶级需要去争取西班牙的工人阶级的支持，那这样子他们才能够反击终结政策，也反击人民党政府，甚至是说整个欧洲资本主义的打压。那还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讲到，就是说整个1978年的西班牙的新宪法、新体制，其实它是保护了那一些佛朗哥时期的法西斯分子，可以说它这个宪法是一个他们的保护伞，让他们继续的残留在政府的体制里面、国家机关里面。那同时呢，在我们杂志新一期的文章也有谈到，就是说当时整个反对佛朗哥体制的群众斗争，其实是遭受到当时的领导力量的背叛，那并且跟当时的西班牙资产阶级达成了妥协，才停止了运动继续向前。而且他们的新宪法所承认的那些民主权利，其实早就是群众斗争所争取出来的成果，就是这些成果已经存在了，群众斗争已经争取来了，他们只是用法律的形式去把它记录下来、登记下来。但是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为了要跟当时西班牙资产阶级还有以前的那些佛朗哥主义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去达成一个妥协，想要勒死这个群众运动，不要再让它继续向前。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是说那如果在当时整个反对佛朗哥主义的群众斗争，它能够有一个我们说左翼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来领导，是不是就有可能或者说可以成功的去挑战整个当时的西班牙的资本主义体制，去挑战这些资产阶级分子，也不要再让这些法西斯主义分子可以残留在国家机关里面。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其实也向我们提出来的，就是说不只是在民族自觉斗争里面，我们认为工人阶级要成为民族自觉斗争的领导啦，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民族自觉。不只是说左翼也要去争取对于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同时如果我们要能够确保民族自觉，同时要能够成功的挑战资本剥削，甚至挑战帝国主义的话，那整个群众斗争本身它也需要有一个革命力量的领导层，那它才能够去我们说终结掉这个资本主义的体制。对，好，这是我刚刚的一些想法。那想问就是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有什么想要讲的，那我就一样把麦克风传下去，那希望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啊、问题都可以，非常欢迎。我想请问就是说，那你现在这个模式如果用，要如何用在像另外一个你们像这一次的库德斯坦，那你们要怎么套用在这上面？就是你们这个论述，因为库德族，对，哦，库尔德库尔德对，因为他有库尔德工人党，那这也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左派政党，那你们怎么看这整个你们的这套理论跟论述，怎么去解释或者是教导或者是用在库尔德斯坦这个地方，
好，谢谢。好，那我先讲。对，请 Jaco 先回应，因为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会支啊、我们也过去也办过声援的运动啊、在支持库尔的人他们的民主自决权。我们在比如说，甚至我们在欧洲国家，好像德国、啊、瑞典啊，我们也就是说在当地，因为他们有很多中东的难民或是移民在当地。所以他们也会组织一些反对种族主义、反对 ISIS 的那些运动，我们会投入支持他们。然后我们也反对一些在比如说瑞典呢，德国的难民，他们会因为来自伊朗啊，那些或者是其他的落后的国家，如果他们给遣返回去的话，可能会因为他们是同性恋，或者是他们是少数的宗教而会受到压迫，我会支持他们的权利。然后在我们的我们在就是当地在战争的地区，首先我们会支持库尔的人，他们有一个武装去自卫的权利，就是通过民主的群众组织。会啊、他们可以有我们支持他们去在武装上面去对抗，就是伊斯兰国对他们的攻击。但他在政治的纲领上面，他们提出的就是主要是一个民主联邦的这样的口号，他们的语言叫 Kobani， 就是他们的理想的世界，就是在当地叙利亚的北部啊的当地那个地区里面去组成一个属于他们在哪里可以建国，但是他对于建首先是说同伊朗就是其实跟加泰隆尼亚的情况很像，就是说如果他们建国的话，不单单是挑战 ISIS， 不单单是武装上面要去打败 ISIS， 他会也挑战到俄罗斯在当地的敌国主义的利益了。特别是因为过去几年俄罗斯通过介入在叙利亚的战争里面拿到很多的外交地缘政治上面的优势，普丁也因通过这场战争去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令到他的支持度很高，所以如果他们也会受到俄罗斯的帝国主义的打压，当然也包括美国了，因为伊拉克的政府是亲美的如果在那里成立有国家，会伤害到美国帝国主义在当地的利益，所以一看到这一点，也是跟台湾独立一样，也会变成一个跟美帝国主整个帝国主义的力量去冲突的情况。他也需要有一场最小是在中东的地区有一场革命运动他才会可以改变现在这种帝国主义的操控的局势。对，所以为什么美国很害怕2011年的时候突尼斯埃及啊他们的革命，因为它一直在蔓延到好像亚门利比亚的国家，所以它要在利比亚里面很大力的介入去中断那一场革命。对，所以他们也现在美国也去很大力的去抹黑这个 PKK 了，就是说他们是恐怖分子啊，他们或者是说他们是。会威胁到就是中东的人的安全的等等，所以需要的是我们会支持这样的一个纲领，但我们支持 PKK 的一个行动，但是我们是需要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才会可以挑战，就是只是武装的冲突，它武装的战争是不能解决，因为到最后它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我能解答你的问题。好，那当然，因为时间其实还有蛮充裕的，就是说再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一样把麦克风轮下去，那希望大家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或看法。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举手拿麦克风。我再问，继续追问哦。那。一般而言，大家都知道北欧算是比较社会福利或是比较社会主义的国家，还有一些南美洲，那他们对于这一次的不管是库德斯坦还是加泰隆尼亚，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好像几乎他们也是没有任何的声音哦，因为
因为我们如果你直接看社会主义的话，我们会联想到那些国家应该也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那他们应该那些中南美洲的政党或者是北欧的政党，他们应该他们对这些事情的了解程度应该不亚于你们啊，那他们怎么好像是被晋升或者戴上口罩一样，没有感觉，好像没有在发生一样。好，谢谢。有观众想要回应观众的问题，对对对，更多人可以讨论。对，大家可以讨论一下。那我先问一个跟这些不相关的，问我们台湾的问题。我想问说，台独运动要如何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就是说，如何台独运动，但是不要落入美日的资本主义阵营？这个想跟那个杰克讨论一下。大家可以互相讨论一下，不要只是我讲。好，我坐下来好，坐下来比较自在一点。就是我想要回应一下刚刚你提的，就是说如何可能台独运动是有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的纲领在里头的，不要受到美日帝国主义的影响。我觉得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具有一个社会主义愿景的台独运动，我觉得第一点是我们需要提出来真正的民族自觉不可能由资产阶级的政党来实现，所以工人阶级在这个民主运动当中，他需要他的政治的独立性，同时他需要争取对于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台湾社会上面，我们可以说六成、七成甚至更多，大部分人的这个所谓民族认同就是我就台湾人嘛，你不要说我是中国人，我就台湾人。那甚至是说将近一半再多一点是认为台湾就是应该独立建国，那这样的意识也是很普遍，它首先是在社会基层当中。但问题是说整个现在台湾社会里头，我们没有看到或者说很难看到一个，我说对于群众来讲，不是对于我来讲，就对于群众来讲，他很难看到一个，就是说除了民进党或者除了那些时代力量之外，台独有没有别的可能、别的想象，他们不太容易看得到。然后他们所想到的台独就是说在中华民国以外或在中国以外再成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但是其实他们也知道说这样子真的能够保障我们的自主权吗？这样子真的能够实现一个更好的国家、更好的社会吗？我相信他们都会有这些问题的。那所以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要提出来说，第一个，在这个民族独立运动或民族自觉运动里面，工人阶级他有自己的独立性，所以他不应该跟在这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后面。所以这背后就提出来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其实工人阶级他需要有他自己的群众性政党，我们需要有一个独立在蓝绿以外的工人阶级群众党，那这样子工人阶级他才会有他自己的政治上的领导，那从而这个政党本身他应该要提出来一个很明确的在民族问题上面的纲领，支持台湾独立、社会主义的台湾独立。那这样子台湾的工人阶级甚至是其他阶级的群众支持台独，他才会看到一个台独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道路。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何不要沦为美日帝国主义的一个工具。我觉得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也要指出来，真正台湾要拥有一个彻底的自主权，我们不只要反对好我们说中国资本主义一党独裁对台湾的打压了，我们当然也要反对美日帝国主义对于台湾内政、台湾政治的影响。你可以看到蔡英文今天好还是昨天出访那个邦交国，然后也在公开发言强调台美的紧密关系啦。其实蔡英文上台这一年多来，很多的公开发言他都强调台美是有一个很紧密的结盟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白话文，翻译成大家很好理解的语言，就是强调台湾会是美国坚定的小老弟，台湾会是美国坚定的战略盟友。但是这样子其实是公开的表态的说台湾会在两岸问题上，我应该说在中美问题上面愿意站在美国这一边，那这样子是真正的自主权吗？我想当然不是。所以如果我们要让台独运动有一个，不只是说我们反对中国的政治打压，我们也要反对美日帝国主义的话，那就是说工人阶级甚至说整个台独运动里面那个领导的力量，究竟是那些资产阶级分子，还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工人阶级的群众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才有办法提出来说，我们不只要反对
中国帝国主义，我们也要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同时，我们要让群众很明白的看到，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他们根本不在乎台湾有没有民族自决权，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有没有自主权。对于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说，我能不能利用你，好，来为我的地缘政治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且实际上，在整个资本主义的体制里面，讲大白话，小国是没有真正的自主权可言的。资本的力量四处蔓延，资本本身它也是带有政治的目的，所以同样它也可以透过资本的输出啊，资本的移动啊，来控制其他国家的政治，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甚至你可以看到像中国，它透过资本的力量，它也试图的要去影响澳洲的选举。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在美国，美国跨国资本的力量怎么样控制南美洲、中美洲。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还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体制底下，你说小国有真正的自主权吗？没可能的。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其实要坚定的支持民族自决。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只要今天在这个民族里面，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大部分的劳动者，他们开始认识到，或者他们提出来，他们需要民族独立也好，或摆脱离开这个国家，或者是离开这个国家的压迫，我们当然要跟他们站在一起。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如果我们要一个全球劳动者、全球工人阶级的团结，那首先我们应该也要支持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他们有相互的平等。对，就像我们如果希望中国跟台湾的工人阶级有一个紧密的团结的话，一起来反对资本主义体制，一起来反对中共的资本主义党独裁，那当然我们也要支持两方面的工人阶级，还有两国的工人阶级有真正平等的权利嘛，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这个两岸统一强加在台湾的工人阶级头上，那只会加深了这个民族的仇恨跟隔阂，它不会帮助两国或我们说两岸的工人阶级可以真正的团结起来。对，这是我的看法。不晓得有没有哪里没有回答到，可能 Jaco 可以再补充这样子。北欧的国家是一样，他们都是他们在很多的，比如说对于香港的民主问题了，他们不有没有留意香港铜锣湾书店给绑架的那件事？就是说香港有五个书商，因为他们出版一些批评中共的一些书本，或者是一些切入中共丑闻的一些书本，然后给绑架。那五个书商有，其中有一个他是瑞典公民，叫桂明海，给绑架了差不多两年之后，就应该下个星期他的消息给释放出来，现在他应该在中国的宁波，我们在对，然后在这件事里面他作为瑞典的公民，但瑞典的政府完全没有做过什么去保护他自己的国民的政治权利，因为瑞典跟中国也是有很多重要的贸易跟橡叶的来往，然后在这些国家，他们过去一样，同样对于中共的独裁啊，他们的他们的批评也是越来越小，过去他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人权委员会啊，他们会去到中国做一些调查，或者是在外交上面可能做一些对抗行动。但最近几年，特别是因为经济的危机，这些国家更加要大力的去争取在中国里面的市场之后，他们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向中共政府去叩头，完全没有任何的行动跟批评。所以我们在瑞典的分部，我们也去，就是说，在铜锣湾的书店的事件里面，我们也去到瑞典的政府国会外面去做一些抗议行动。但是他们同一样的态度，就是说这个是其他国家的事，我们就他们会在人权民主上面空泛的做一些批评，但是他们不会做任何的行动去保护自己的国民的权利。然后是关于台湾就独立运动怎么样会是走向左翼或者是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太阳化运动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太阳化运动本质像他们是反对，就是跟中服贸里面的那些内容，其实就是一些新自由主义的把社会服务私有化的那些内容，所以反对服贸本质上就是反对中共的就是新自由主义对台湾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所以很多为什么会台独的意识在这个运动之后会更高涨，是因为很多人觉得我们一方面是我们不能确定自己的政策，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受到中国操控然后他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政策是打压工人的年轻人的，所以就是独立的情绪其实它本来的内容也是与反对资本主义同样是挑战资本主义，但是运动的领导层他们是没有反对服贸的，其实他们也是支持服贸通过在太阳花里面的学生领导他们只是说要有一个监督条例，就是议会会做出一些小收小保之后他们就会接受服贸去通过，这个是他们在运动里面很清楚的诉求原因是因为这些学生团体他们是没有一个独立性的，没有独立的政治立场跟纲领，他们在运动里面是很受到绿营他们的影响，就是民进党他们的影响虽然民进党没有直接去很高调的去参加在运动里面，因为很多的年轻人都不相信他们，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很高调的举民进党的旗帜出现在运动里面的话他们会受到学生的反弹，但是他们还是能够通过这些青绿的学生团体去影响他们，然后去能够控制这个运动，避免它真的变成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就是当时候这个团体在太阳化运动的现场里面，我们就主张对，就是说除了这个是反对黑商之外，黑商作业之外，它也是一个反对服贸、反对自由贸易，还有反对中共对于台湾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操控，所以本来它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然后我们也就是说当时候的确是有一部分的工会，应该是银行有一个银行业的工会，他们有发动过罢工但是我们知道在街墙运动里面其实不同的左派或左派的政党或是工会对于反服贸的运动也是有一个混乱的情况比如说劳动党他们不支持反对服贸了，他们认为如果通过服贸他们是一个亲中的政党，他们认为如果通过服贸的话就会为台湾的民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然后这个立场相信这里的朋友都觉得是错误的然后工会他们也是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政治的议题，因为有台独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应该介入下去在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些很突兀的状况，因为在加泰隆尼亚也是好像加泰隆尼亚里面最大的工会 UGT 工会联盟他们都是没有他们只是去谴责，就是去批评警察的暴力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清楚的立场说要支持加泰隆尼亚的独立运动然后工会的领导他们也是很被动的在运动立场，后来是因为刚才看到那个影片里面的消防员的工会，他们是一些最有战斗力的工会去推动这个工人的罢工之后，才令到他蔓延变成了一个几十万人的罢工他是很大程度上是绕过了工会的领导去独立于工会的领导，然后有下面的群众去推动这场罢工发生，所以呢如果所以想象一下，就说没有，其实这个运动是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之下也可以发生成了这么大规模，如果是有一个正确政治纲领的领导的话加泰隆尼亚现在这个状况它可以变成一个革命的运动同样在这个台湾未来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政党，我们是在为什么我们会介入到工人运动里面，我们会在五一劳动节的游行里面会指出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
游行的大台上面，我们会指出需要反对，为什么工会也应该反对服贸，也应该支持台湾群众的独立的意思。我们也会在独立的运动里面指出，独立的运动需要连接到工人的诉求，需要它同时也是反对专节政策、新自由主义的运动。因为将来建立我们的团体，就是说我们认为台湾的独立运动会有国际社会主义前进，会是其中一部分。但是运动未来就是我们未来认为台湾需要一个工人群众的政党，然后会由其他的社运团体左翼的团体工会也会参加在里面作为推动未来台湾的左翼的独立运动这样。对，所以对，我们也希望就是有兴趣朋友可以跟我们就是有更多的讨论，我们的确左翼的运动需要更多新的朋友来参加这样。好，我觉得我可以补充讲两个东西。OK， 好。还有人有问题吗？对，可能先。然后你就直接问有没有人问题。对，有没有人有问题？有没有人有问题？我想要回应什么。跟我示个意，举个手，挥个手，眨个眼睛，我就会把麦克风给你。哎，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喻。你会有吗？好，不然我再问一个现在时事的问题好。最近台湾政府不是准备要修劳基法吗？那就是那个七天休一天的这个规定要把它再修回来。那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应该是要支持就是说改良主义式的，我们这个劳基法的条件慢慢修到一个合适的程度，或者是说干脆让他们就是丑行毕露，让他们就是把条件就是倾向资方的这个嘴脸都露出来，那再成立新的政党，你们就怎么觉得？大家可以想讨论吗？有没有人想要回应一下他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怎么看？什么？你可以稍，你可以讲讲看你的观点。应该是同意吧，就抗争啊。因为也没有，好像也没有一个团体是真正要捍卫这个，好像就没有特别出来表示什么意见，不管是什么工会啊什么的，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想说到工会的话，突然想要发问，就是说国营化这个事或民营化这个事情，你们怎么看呢？尤其是最近台湾内部的，尤其是台铁。人家在说天天都在落轨，那每天那突然就是说要求台铁民营化这个事情突然又浮上台面，那这个跟好像国际社会主义连线应该是反对民营化这件事情，那 PTT 网络上都一面支持，就是说认为民营化可以促进效率这件事情，那你们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好，我也是国立社会主义前进的成员。那就是说，刚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七天休一天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会是认为说要支持改良，还是说直接把那些资本家的嘴脸都摊在面前，然后直接抗争？首先呢，就是说，如果在一个群众运动还没有发展到很高阶段的时候呢，提出一些比较进步的改良的主张，我们是会支持的。我们会是支持这个改良主张，但是我们会说这样是不够的，就是说例如说原本的一例一休，我们也会觉得说这样不是不够的，可能甚至要两例，可能也不够。最后也还是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不是要讲很久，就是是不是生产民主的，对对对，那可能是需要长时间的谈。那总而言之，就总体来说，我们会支持进一步的改良的纲领，但是会提醒群众说这是不够的。那另外的问题是国营化和民营化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也会认为说，在资本主义下的国营化，那可能
也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国营企业它民营化之后，它的劳动条件虽然在国营化时期它生产力没有说很坏，但是说民营化之后还是要，就是资本就是民进党还是要把它民营化，但是我们也会觉得说这些国有的企业应该要经过例如说社会主义的抗争和运动，然后再借由工人民主的把这些国营化的企业去民主的管理，让它变得更有效率和产能。对对对，因为现在大家好像都是说国有化就是等于社会主义，但其实不是，还是有些差距的。当然国营化那是比较有一些比较进步性质的这样子。那就简单的回答这两个问题。对。我想回答一下那个汽修一跟关于民营化的问题。我觉得很简单的来讲，就是说现在民进党在赖清德组阁赖清德新内阁上来的话，其实在我们杂志的社论里面已经很清楚的指出，赖清德的上台其实是资本力量的强化，其实是要进一步的对于劳工权益做出攻击跟打击。所以我们第一个先把这个11月中旬或者说下周二就要公布的这个新的劳基法改恶的草案，我们现在给它定性，基本上它是一个攻击劳工、打击劳工的改恶。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反对这样的改恶。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讲，我们会捍卫工人阶级现在眼前的利益，但同时我们会把它现在眼前的利益连接到争取工人阶级彻底的解放，意思就是说终结资本剥削。我们会把改良跟革命去连接起来，因为这两件事情不是相对的，它是其实是相互呼应的。好，那当然我们也是会需要进一步的去解释，其实说对于劳基法的改恶这些事情本身，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整个政治经济的权力都垄断在资本家的手上。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的工人阶级需要一个工人阶级的群众党来对抗蓝绿的金权政治，甚至我们也需要把这些重要的生产部门、金融部门、国家机关变为工人阶级管理社会的一个工具，我们才有可能终止这些闹剧。不然其实很简单嘛，举一个例子，你说要提高基本工资，那当然有一些会思考的工人也会想，你提高了基本工资啊，那些资方也会涨物价啊，这样说起来我们的生活也没有改善了。对，讲到重点了，所以我们也应该要把这些重要的产业部门国有化。但国有化是什么意义底下的国有化？是像现在这样子由那些官僚来控制的国有化吗？不是，我们讲的国有化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讲的国有化是说由工人阶级来民主管理、民主控制的国有化。这个国我们把它拉出来看，我们指的是由工人阶级管理跟控制的民主国家。那它当然不同于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好，那讲到这个民营化跟国营化的问题，首先第一点就是我没有时间可以举那些很详细的例子，但按这个30年来、40年来很多国家推动民营化、私有化或者说自由化的经验来看，能源也好、交通运输也好，如果一旦交到资本家的手里，原本是国家垄断变成由各个资本家来垄断的话，第一个就是服务指数会下降，价格会高涨。对，所以对于整个社会来讲，这叫做只有坏没有好。对，完全就会是一场灾难。对，比如说你像福岛核灾啊，那其实也是一个私有化下的灾难。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反对中油、台电或者说台铁的这个民营化或者说自由化、私有化，我们支持它维持现在的国营的模式。当然我们也会反对里面的那些官僚主义啊、腐败啊，甚至是对于国营事业劳工的压迫。好，对，我们会支持这些国营事业员工他们去组织工会，或反对既有的工会官僚，然后保障他们的工作权益，但是绝对不能交到资本家手上去，因为那只会更糟，不会更好。对，然后我觉得关于台独的部分有两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重要，一定要补充一下，就是说70年前的那种台独主张、台独意识跟现在是你不能并列的来看，就是你不能把它等而视之画上等号，这是不行的。今天的台独意识之所以会变成一个很普遍的群众化的一个普遍认同的一个政治诉求，我觉得两个方面我们都要看到，就是说其实它是源自于中国不断加强想要统一台湾的这样的政治压力。那我觉得任何会思考的人都会想如果两岸统一了会怎么样，
就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问题嘛，两岸统一的会怎么样？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台面上那些很常去开记者会抗议的工会啊 NGO 这些，他们这些组织还能不能继续存在？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很明确，如果两岸统一，那这些组织的那些组织人士啊领头人要么要被关，要么组织要解散，好，要么就是乖乖听中共的话，就这样。那这当然这对于台湾的社会运动，对于台湾工人阶级是非常大的打击。所以台独意识的群众化其实是源自于大多数的群众害怕失去既有的民主权利，虽然这个民主权利很微薄，但是有总比没有好。你想嘛，台湾过去也是活在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底下，那为什么我们摆脱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我们要去换一个中国共产党的资本主义一党独裁？没有吸引力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支持台独，或者说其实支持台独，它背后的一个潜台词是反对统一。为什么反对统一？不希望失去既有的民主权利嘛。知道两岸统一的话，其实对于台湾的工人运动、社会运动，或对于我们的民主权利来讲，都不是一件会更好的事情，反而是会走下坡的。那第二点，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觉得大家也要思考，如果说真的假设，当然我们知道这不会是真的，就是说，如果两岸统一，真的台湾的工作机会会增加，然后大家的收入会多10000块，但是很抱歉，民主权利啊、言论自由啊、组织自由都没有啊，都要收，通通收回来。那这样子，台湾的工人阶级要接受吗？我认为应该要反对。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讲，他要的不只是他眼前可以得到的那些经济上的利益。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我们认为工人阶级他要追求的是他自身的解放，要彻底的终结一切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压迫，要终结资本剥削。如果这些组织上的自由失去了，那他其实离这样的道路是会更遥远，离这样的目标会更遥远。对。那当然，台独意识群众化还有一个原因啦，在经济方面，就是说两岸的资本自由化。其实两岸的资本自由化，在中国改革开放加上台湾解严，这样一路以来，两岸的资本自由化其实对于台湾的工人阶级来讲，其实是在工资方面啊、生活水平方面都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对，当然台独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可以讨论，所以如果等一下。在场的朋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那我们在会后可以留下来，我们可以再聊、再讨论。对，好，那想在最后问一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想要回馈的意见，都可以，都欢迎。我把麦克风传下去，好不好？问一个超级不相干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身为社会主义者，你如何看吸附这个现象？你是要捍卫宗教自由，还是要依照马克思最原本说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要打压？对，谢谢，管制，谢谢。吸附台湾的一个宗教，被那个被人家说的是敛财的想象，宗教敛财，然后我们对宗教的比较强。那就最后一个问题，然后请 Jaco 回应一下。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好，那就请 Jaco 回应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宗教？你说具体你所讲那个宗教，我不清楚他们的立场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是反对禁止任何的宗教，就是我们是捍卫所有国家，里面所有他们所有的宗教的自由。包括现在受到很大打压的在中国里面的穆斯林、还有在西藏里面的佛教、我们也会就是对，就是说我们会如果是打压的话，禁止的话，只会令到他们得到更大的宗教，更多人会投向宗教里面，就是说或者是现在看到中共对于这些宗教的打压，都令到他们发展成为更极端右翼的一些宗教的势力。对，所以我们认为宗教就是民主权，宗教自由就是民主权利，我们会捍卫他们。但是我们是反对就是政教的，我们认为政教应该分离。我们也反对教会他们对于政府啊，或者是对于公共政策的操控，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会有很多保守落后的政策。比如说有我们的现在在爱尔兰呢，我们争取堕胎权，然后他们准
婚姻平权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通过，然后下一年就会有一场堕胎权的公投，然后我们就会支持在爱尔兰的堕胎的合法化。然后在爱尔兰，他们的有很天主教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力量，控制学校啊、医疗啊，所以令到他们就对于性教育、对于堕胎，他们都很大力的去打压。所以我们会我们就会在这方面的抗争，我们就会挑战那些教会。但我们不是反对任何人就是他们任何普通的教徒他们的自己的信仰，我们不会说要反对他们这样。对，这样好，那差不多就我先结束。好，那现在的话就是。